真实世界里面。你们会不会记得小时候那些故事记得梦，不会下手赚钱找工作，管他日子怎么过，我没有要认识什么，却一直很快乐，这世界在等你却是搞不懂。你们想一下现在的生活，什么地方出了错，不会想着偶尔做做梦，做梦日子怎么过，长大的我拥有很多，只是越来越不够。你们想一下是不是出了错，希望你可以带着这些力量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谢谢你们。